podcast。依家我哋去緊 BL Shopping，BL Shopping 咧其實即係韓版嘅激安之殿堂，咁啊同日本激安殿堂好相似嘅，咁一樣又係個賣場非常大啦，然後入邊會賣一啲林林種種各式各樣嘅嘢。咁 BL Shopping 喺韓國其實有三間分店嘅，咁一間喺東大門，一間喺明洞，而我哋依家去緊嘅呢一間咧就係三城站 KOX Mall 入邊嘅分店。咁我哋依家就去見識見識下，睇下入邊有啲乜嘢啦。哇！到咗啦，我哋嘅小丑，哇，空晒咯！点解呢度所有嘢都？哦，哦，哇，진짜싸다맥주아이거조그만한거구나아여기귀엽다조그만한거앞에잖아원래어그래요많이好多아들미니관장배저好得意아그래요1관1100韩원超得意净细罐咯，手掌咁细罐咯，三啖饮晒嘅啤酒，哇都要买1300韩元。但如果饮完个罐咧做纪念品，其实都唔错嘅。要冇啦，呀顶帽顯到我头劲大咯。我啲 cos 唔知我爸我爸冇呢冇呢茶家系嘛？呀五种酷的，我冇呢篮冇得睇酷。我想讲佢好多啲购物篮已经吉晒咯，俾人抢购晒啦。可爱的嘅迪士尼牙刷1000韩元。我买咗啊，比沙吉人啊。都有卖敷手嘅面膜咯，连手踭面膜都有啊，好搞笑啊！先1000韩元一块咋。擦雪茄，得意啊！呢个大笨象嘅腿膜，1万韩元有两包，劲得意喎！哦，佢系咁样敷嘅，敷到佢小腿位，劲长咯，都几好啊！其实冬天咁样嚟敷只脚，系牛奶妹嘅化妆品系列啊，超可爱喎！佢系日本定韩国噶？个粉扑都好得意啊！佢个粉扑真系好靓啊，超得意啊！牛奶妹简直系童年回忆啊！咩嚟噶包包？哦，面膜嚟嘅，超得意！即系唔讲会以为系糖咯，劲靓哦！哇，超靓啊呢个！要唔要啊？我裤系多少？啊！不，中华我都惊哦。佢系匿蚊避毛嘅工具啊，咩嚟噶？贴纸啊，跟住有碌棍，又有个贴，又塞入个鼻入边。佢仲有个细款版，好正啊！你可以买翻去送俾一啲避毛好多嘅朋友做手术。记得一定要睇下呢啲白色篮入边啲特价商品。我啱啱就见到呢一个系颈部暖贴，我觉得好特别啊！佢咁样嘅设计，有啲人可能颈部唔舒服啦，或者成日低头睇电话嘅时候咧，或者条颈冻到僵咗嘅时候就可以用啦。然后佢先1000韩元咋。呢款口罩戴住出街回头率一定好高。바보같은데양말이난신게양말신어봐양말도넛이양말이상해와그림맛超奇怪咯咩事啊哇如果收到呢啲礼物我应该会打人咯好得意啊呢个系我中意 Spiderman 啊劲可爱啊
但是它是一隻隻這樣賣，即是你的 Spider-Man 可以混埋這個 Iron Man 這樣兩隻不同款一起穿的。喂一回啊，這個錢就沒有輸輸、oh. Jelly 아니지뭐봐 Jelly 아니야이거그냥뭐야아니야맞아바보그리고有買啲入浴劑我刚刚看到这个很有趣啊，它这个都是入浴剂来的，面膜系列，看来都很多人在这里买面膜、啊、这一款我在日本京安里面有买过回来，比日本它这个是便宜一点，它这里有两层的，我们现在就落地下层，而明洞那间呢好像听闻是有四层的，所以明洞那间听闻好像是更大的。到了啦，下一层啊。第二层比较多卖的嘢就是日常用品。喂？好酷啊呢个！前鞍嚟嘅前鞍。喂？啊！依个要二三嘢，喂！依个冇歌，冇个拍手，系啊，冇个拍子。Hanna 冇陪家，劲多人拍过片嘅提子啫喱，我到依家都未食过，其实我好奇究竟咩味。你抽算抽，两收支麦汁。佢呢度系有一个十八禁区域嘅，入边全部卖嘅都系成人用品，系咪好想入去咧？Oh my god！哇、wow、哦！哇哦！哇哦！哇！呢、這个呢、這个好 wild 啊！咁我哋啱啱已经入咗去十八禁区行咗圈，咁佢入边系分咗两 part 嘅，一 part 咧就系重口味 SM 区，一 part 就系普通嘅自我解决或者一啲调情用品区。如果情侣入去行系会大开眼界嘅，呢个系想点？我想问，劲搞笑啊！呢个喂，之后如果圣诞节有啲咩交换礼物，可以买呢一啲做烂礼物，即刻俾人打咯，应该会。仲有个汉堡包型，汉堡包完全系收咗之后系真系变垃圾咯，放喺屋企。廿二三零，哎呦！廿二三。哦。아이렇게쓰는게아니고이렇게쓰는거어야我是红豆鲷鱼루세요이거같아뭐지야무서워머리가너무크다간타이면서양진짜恐怖아太弱了이거不幸运 ，sorry， 언니네언니네그수술에실패했어아니요이렇게태어났어요그래요여러분마리아종마리쇼쥬手掌咁大支咋买嚟翻去俾一啲好想试下饮烧酒，但系饮一支又饮唔晒嘅人做手信都几好。哦，哦，几亲啊 ，cute 啊！哇，呢两嚿系咩嚟噶？啊，大佬，我啱一瞬间个脑系谂歪咗咯，黐线，系两只手嚟噶，两只手同两只脚啊！但其实咩嚟噶呢个梅啊？原来佢系穴位按摩器 ，OK， 超无言咯、啊！佢咁嘅设计好令人误会，啱啱骤眼一睇。
温庭。佢呢度仲有一部机咧，可以自制属于自己嘅 T-Money 卡，6000韩元咋。咁行完呢个韩版激安殿堂之后咧，佢入边嘅嘢大概有四五成其实都系日本货，并唔系入边全部嘢都系韩货。咁我觉得佢卖嘅价钱，老实讲，我觉得其实真系唔系我想象中咁平。佢好多嘢其实同出面卖嘅价钱都差唔多。佢系有平嘅嘢，不过你系要仔细寻宝，即系花啲时间去揾先揾到咯。但系佢呢个好嘅地方就系咩？佢入边系卖好多一啲各式各样啦、古灵精怪、得意有趣嘅嘢，即系佢入边会卖好多一啲你喺出面未必会揾到嘅產品。所以如果你嚟旅行嘅時候，你係有好多時間，又順路入嚟行下嘅話，我覺得係推薦嘅。同埋佢呢個買滿30000won係有得退税，咁大家記得係可以退税噶。咁今日呢一條片就去到呢度，中意我呢條片嘅話，記得俾 like 啦，同埋 follow 我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